推土机牵引钢丝绳时，禁止人员手扶钢丝绳，防止被带入滑轮，造成人员伤害。五，联合检查，钻井队和整托施工队进行检查。任何人不得在地面及井场上方带有高低压线路的情况下进行整托作业。六，整托作业，任何人不得在整托作业时在井架正前方及两侧可能倾倒的区域内活动。指挥人员对无关人员发出撤离指令后，并检查确认人员是否撤离，防止井架落物造成人员伤害。